在历经全球浩劫灾难后的未来，这个由钥匙者司长价值观和人生的世界，有着一身超高科技、矫健身手以及超凡能力的你，将与对抗钥匙者的反叛组织攀登者联手，执行各项任务，彻底摧毁钥匙者的统治。这款结合了 Cyberpunk、跑酷以及超能要素的第一人称动作游戏《幽影行者》，上周释出了一段限时下载、总长约十分多钟的试玩体验版。玩家将运用跑酷以及滑行悬吊的能力，在独特科幻风格的各种城市环境中四处奔走，不时还得要闪避敌人的炮火，毕竟只要一发轻击，玩家就只能独挡重来咯。好在面对敌人时，玩家也不是手无寸铁，煞气十足的武士刀便是你旅程中的好伙伴。搭配超级犯规的时间控制能力，适时发动来闪避炮火，解除之后还能够瞬移到敌人面前赏他一刀。熟练这些步数，就能够在这危机四伏的世界中走遍天下咯。飞檐走壁，帅气挥刀拯救未来世界，由隐形者预计今年在 PC 以及家用主机平台登场。有兴趣却又来不及玩到 demo 版的玩家，就请密切注意官方的后续消息吧。